经公布2018年7月26日 NBA 休赛期的大年夜战末尾了，流量第一人埃杜来了。且诺鬼球员杜兰特近日参与了开辟者球员麦克勒姆的播客，在播客中他全低不给开辟者面子，直言开辟者本年季后赛打得太差，并暗示开辟者福城能夺冠，并且他觉得麦克勒姆季后赛的暗示在冠军球队里最多只能当第六人，点击此处身边有小人，财运差，事业不顺，身体差，子女学业等问题，五分钟帮你在线解决诸多烦恼。在杜兰特说完这些话后，同时开辟着球员的利拉德在底下配上了三个思虑的神器。休赛期的埃杜真的是让人不省心啊，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。在埃杜说完这些后，有网友在推特上 at 了麦克勒姆，麦克勒姆对此也做出了回击。他此刻加盟杰诺鬼是个薄弱衰弱的决定，他和他的兄弟本该打败祭拜他们的人，然则两个月以后他却参与了他们，忘掉落落了他的兄弟。随后杜兰特又答复了麦克勒姆，我们输了我就该和我的兄弟在家里安排两月然后再从头祭拜他们吗？我有这么了吗 CJ？ 随后有网友觉得，当然这事都之前两年了，然则仍然有球迷或许球员不公认你的决定，所以你们需要每次都回嘴。埃杜回应了这位网友的话，他们想说啥就是啥，我只能闭嘴吗？这毫无事理，说的仿佛我进了 NBA 就无可不及玩推特一样。好吧，我错了，我撤回那些话，无可不及不说，当然埃杜曾跟从杰诺鬼夺得两个总冠军，但仍然有很多球迷和球员对埃杜此刻的决定异常不满。每当有球迷或许球员提起这事时，阿杜见了也会跟他们互怼，进入休赛期了也没有啥比赛可看，大年夜大年夜家也都是图个强烈热烈罢了。谎话时说阿杜的球技当然排在联盟的顶端，然则他的情商倒是真的低，诸如此事，假定阿杜不率先拿开辟者开涮的话，麦克勒姆估计也不会说出本身的心里话。你看看利拉德就对比明智了，啥也不说，因为他知道和你们打嘴仗毫成心意。最后麦克勒姆继续发推，我和他没有仇恨，就是打个比如，我此后不够和杜兰特和杰诺鬼了，多么会显得精干，但这就是我的真实设法主张，继续操练，如果你近段时间有诸多不顺，不要着急，八字命理为你分析财运、事业、感情、健康、吉凶化解等运势，现在只需要用三分钟就能让你免费获得聚财转运的秘诀，点击左下角了解更多，让大师调解，从此婚姻幸福美满，事业步步高升，财源滚滚而来，得富贵安康人生。